看详细。好，我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水华子、水房子，帅不帅气啊？还有，还能在里面洗澡哦。我太难了。还是在外面围城更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制作。走远一点，这里没位置。挖四格，这里扣一格，这里挖四格，反正这是一直这样子围成一个正方形。OK， 再用钻石块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放四个方块，不过也不用四个角，两个角就够。再在它们上面放成弄成一个正方形。哎，等我看一下啊。哟，好难放，这个视角。来吧，我挖掉。哎，好难放啊，这个视角也好难挖呀。OK， 终于可以了，把这些挖掉。我挖，哎呦，又把这个也挖了。再把水给倒上去。完了，这个视角不会等下倒反了吧？咚咚，来吧，放上去。哎 OK， 这么个水房子就制作好了。不过我还要装饰一下哦。哎呦，这有坑呐、啊！放几个床，我和灵儿的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哎，完了，这做意外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没关系，让人懂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先看看我的走势。扔掉。OK， 雷波，展示。新贼球而且风，看到没有？这么酷一个硫酸瀑布啊！看到没有？多酷啊！好，哇哦，不错呀！好，再叫对，现在小熊，拜拜。